此生能够遇见你，便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师父对过去只字未提，甚至不留下一丝的痕迹。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境地，可见是被伤害的有多深。师父就算习得世上最厉害的书法，也没有办法抚平过去的伤害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竟不知该如何安慰得到你。莹儿，我此生能够遇见你，便是我最大的安慰。这是你当年祭奠用的书法吧？你想对他说什么？他赠送过我一朵永开不败的雪寒薇，我一直想要还他这一花之恩。世子殿下，我只是想对你说，你能活着简直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出现火烧云呢？